叫我女王。高贵的气质需要无时无刻的保持。幺幺，你不冷吗？今天12度哎。我不冷啊。不愧是芭比娃娃，很扛冻嘛。既然你不冷的话，我准备给你做一套很帅气的衣服。哦，很帅气的衣服，你看看就知道啦。裙子有那么一点短。你不是一直都想做飞檐走壁的女刺客吗？可是我现在感觉有点冷了呢，主人。哎，你别走啊！难道你没听过美丽动人吗？啊？就是越动就越美丽。嗯，没错。确定吗？你就说吧，想不想变得更美？那还用说吗？小伙伴们快给我点赞，我不怕冷。我阿里长大了。